会把它远端化。好，这是一个愿景，好，我们大家参考一下啊。OK， 移动化可以带给一个大学什么样的好处？我们看，哦，针对学生需求，提升学生学习效率，随身运算跟储存啊，你带着，现在大家都带着手机的啊，那这个可以当作是一个学习工具啊，到处可以学习，对不对？啊，学生学和运算啊，跟储存啊，那转移原本学校要付给电脑公司的钱，给到变成到学校，你要给学校什么？就是你租用云端的费用，那这个远比你买电脑来的少多了，因为你不是时时刻刻在用，但是你如果还是回到原来概念，我是买一台完整计算能力的电脑。那就会浪费时间，那浪费资源，你还要维护它，要更新它，硬体还会坏掉，对不对？哦，所以说你用多少给多少啊，哦，那这个给我们怎么样去定价，那个是想另外一个事了啊。应该说很便宜，甚至很少少的钱，然后是免费也不一定会有基本的一个免费的这个扩大啊。好，哦，那因为集中控管，节省学校电力耗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各位知道我们学校一年电费多少吗？来，我给老师一个值吧，有没有同学知道？大概知道，大概多少？一年电费大概多少？猜个数字吧，猜个数字。啊，100万。没有人知道。这栋大楼啊，这栋大楼一个月大概就100万，差不多100万左右。我们学校一年电费是一亿的电费，而且我们因为我们超用，所以会台电会罚钱，又罚到他们在罚，所以有时候要交1-2千万下去，太可怕了吧！一亿的电费，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啊，哦！那这栋大楼是全校用最多电的，跟图书馆，因为这栋大楼有很多重装备。像做光电的啊，那些啊超导要随时我们动，在低温下做光半导体光片，那个随时24小时要冷冻，那个都很耗电，好，但是也做出不错的成绩啊。好，那总之电费这边省碳是这电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学校如果能够因为云端化能够把电费节省一定的比率，那真的是造福师生，蔡老师。就有些钱就不用用到那边去，都台电收走啊，台电收走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啊，这个朱莉呢，她上课前啊，上课时间利用时间啊，上课前利用时间在集资圈编辑她的作业啊，而且她忘了带学生点，哇，编辑好那怎么办？存在云上面啊，所以。那就怎么办？存在云端上面，把它存在云端上面，云端储备的费用，透过集资圈的电脑就存到给你们的账号，各位账号。所以我们期望未来新生进来，不是只有给 email 账号，是给云端账号，你就有空间啊，有虚拟主机啊，有虚拟桌面啊，对，是给这样的东西，概念已经不太一样啊。我们需要是给一个 cloud account。不是 email account， 那 cloud account 已经包括 email account 了，好，那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在集资圈有电脑嘛，打一打，结果没有带什么储存设备怎么办？那储存云端再说了啊，那回家之后呢，就可以打开自己家里的设备，同步下来就可以做，那这个就免除你那边带学生碟啊，去那边储存这样的一个不便利。那当然现在也许各位朋友圈都除了大师都是 Google Drive 的啊。那我们的学校是希望服务我们学生，所以我们这个隐私性会更好啊，至少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不是给所有人，不是给 Google， 不是给这个 Dropbox， 在隐私性上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知道了，就是学校的这些管理者啊。好，那中等计划呢，我们是针对这个研究需求啊，我们希望说实验室原本要付给电脑厂商的钱。能够到校内，能够到学校，现在其实机会都很拮据，很拮据，是这个学校很多新的计划，很多新的建设，将要盖那个国际大楼，还有很多新的系所要成立，也学校就一直在往前走，海里头一直。
错啊，但啊，现在我认我是中字辈第一名的啊，对不对？大家我都认同，有吧？对不对啊？应该是整个学校的评比都不错了啊，最近的排名都是超越中央的啊，那到中字辈的头头了啊。所以这些往前冲必须要有资源的 support 哦，这些 support。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哦让实验室每个老师自己都有很多计划、很多设备的费用，我们不要一股脑就是买一个完整的硬体平台。教授们只要花费适当的这个经费使用它。哦，刚好要用到那些资源就好了，他花的也不会那么多，学校也有些收益哦。所以，而且提供更稳定的电脑平台，云端服务、云端的机房、云端的设施有一定的这个水准。哦，个人电脑或者说一些设备，有时候还常常会宕机，因为你不可能买的非常好的，哦，买非常好的，对不对？哦，那常常因为各方面的温度可能会不稳定。哦，好，而且研究更省电，一台 server 在实验室里面。我相信不是 always on 在那边，啊，不是 always 在工作，他一定在 on 在那边。我相信是这样子。他一直 on 在那边，但没有做事情，那是浪费。也许这个教授只有在某一季会比较需要到这个电脑，啊，这个 server， 那他就买一台。结果呢，只有这一季用，其他三季其实都闲置，那就是浪费，浪费电，浪费你的购置成本，啊。好，所以让实验室不用花费人力资源，啊，建立云端中已经有的平台服务，包括资料库，啊，各式各样的开发平台，都已经建好，啊，你只要下个订单，啊，这个组织就可以给你这个服务，啊，好，那么就不用去管机器老旧的问题啊，电脑不稳啊，还要更新啊，让大家能够更专注研究，啊，因为你要管机网，通常实验室会有一个学生。研究生顾着管实验室的机器，哦，那就很辛苦，哦，半夜出事，大夜怪怪的，就要跑过来重新再开机，要不然研究没办法进行，对不对？这都很辛苦，哦，都很辛苦，哦，好。所以我举个例子啊，甲骨第二公司很有名，哦，在八年前就开始部署自己的试用，哦，所有工程师都可以接入到整个甲骨的试用平台上，那为了开发，哦，这位开发者提供非常高效的平台。以前呢，一个比较大型效率的测试，硬体完体哦，准备好要几周的时间，但现在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利用云的部署好，这个岂止是倍增啊，啊，这是数十倍增啊，对不对？一周跟几周跟一个小时，所以你看节省的时间成本，时间就是金钱，特别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种业界啊。好，一些资讯公司里面。好，那实验室在相互运算内可以买更好，可以购买更好设备，把你投入更多精力。我这边讲的设备，就不再是说单纯那个电脑，就是你也许有其他设备要买，因为你的 server 这边，你的电脑运营这边你节省下来，你不用再付那么多钱，那你可以投资在其他方面，哦，对，更包括说可以给研究生更多的助学金啊。让学生哈，哦，这个学生很穷嘛，对不对？让他更能够这个专心的在工作，不用去兼差，然后不用去兼差哈，哦。好，再来，不必为了某阶段需要监控运算量而购买大量设备，能在运算量满足需求。各位，这点也很重要。如果你的研究在某个瞬间点或是某个阶段必须要很大量的运算，而且要求的这个速度要非常快，但是只有一个瞬间。请问同学，如果这个教授他想要完成他的研究，他必须要买这个层级这么高的 server 才能够应付这个尖峰的运算，没错。但是这个尖峰发生的时间一定只有十秒或是一分钟、两分钟。但为了应付这一两分钟，对不起，我要买这么好。那结果这一百分钟过了之后，只要 PC 就够用了。但还是要买这么高的，在云端就不要云的服务。你有两分钟，我只要跟云订购一两分钟的高运算效能的计算能力，用完我就不用再花钱，对不对？这
差别很大。所以往往很多研究为了去满足某一个瞬间的需求，它必须要购买到那么高档的一个 server， 但是是非常浪费钱，非常浪费钱啊！这种高档电脑不仅购置成本高，你在资源的使用上也没有啊，也是很浪费啊，这个经费啊，像说这样子啊，比如说这个就在这个瞬间会在这里多，结果你买的电脑就要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你就不能以所谓平均值。平均值没办法满足这个高点，对不对？所以就要买很高档，啊，很高档。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智的，啊，非常浪费的。看一下时间，啊，还有大概五分钟啊。好，所以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哈，就是我们需要计算用计划用的预算平台，但是没有足够的空间跟预算，好，那可以利用支处的设备哈。我们只要把我的系统怎么样，我需要怎么作为系统，我需要 CPU 的乘以多少 ，RAM 多大，硬碟多大，哦，或者我需要几台，我有什么需要几台，把它讲好，哦，那时间用多久，那只要这样子。哦，我们云的系统就提供给你，刚好你满足你需要的这个规格，哦，你不会多浪费一分钱，时间用完了，哦，你时间到了，那你就还回去，你不再需要去每天那些硬，所以交付给 server， 他就提供虚拟电脑、虚拟机器，那你只要用平板或是用简单的这个使用者设备就可以去远端去使用这些虚拟机器，哦。那长期对行政人员的需求啊，行政人员的这个方案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行政单位花在人力跟资金平台建设成本上。现在大家很多行政人员上面都有电脑，将来都平板就好，或者说这个很轻量的设备就好啊。可以那为了提供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给使用者，所以现在很多行政人员他的电脑常常面临到什么版本的问题啊，要 upgrade 啦，这个OS系统要 patch 啊，不然会有漏洞啊。哦，光在那搞这种更新哈。这个就很麻烦，现在不用更新都是云在做的，你只要有个设备，简单设备看到画面桌面就可以了，所以可以专注在更多服务学生上面，而且可以应付这个突发的流量，而不增加学校成本，这一点是切身之痛啊。读书处每年在选课的时候很麻烦，常常大家都觉得很骂，为什么？因为全校的学生都上线了，或者有很大的比率都上线了，那你要满足我们全校大概一万左右了，一万左右，你要满足同时要服务一万个人，你那个机器的等效多高？但是呢，过了选课又没有这样的需求，对不对？那麻烦大家，你怎么去处理这种情况？每次大家都觉得塞车，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买那么大的车、那么好的机器啊。将来云端化之后，很好，我只要宣告好，在选的这段期间，我需要的计算资源要很多，云端在那时候就规划出来给这个需求。那过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资源再交给其他的一个这个需求使用者的需求。就不用为了特地为这个突发性流量买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机器，就好像刚教授的意思，那大量减少行政单位升级的电脑升级的需求，因为这种升级的事情就云在管，根本你不用管，硬体升级跟我们使用者没关系，我们不用管这些那更多行政应用整合到云端做实验行政办公室进行效率这个钱一个学校学校不用花太多钱。好，那这个就是希望本来是各自为政的各处室各学各学系，那现在我希望可以整合在一起整合在一起，那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学生只要一个很轻量的设备就可以就可以来使用这个云端的资源。大概是这样子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好。
那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有四次的课哈，今天是第一次，那么四次的课，原则上在第四次呢，会有一个简单的测验，那这简单的测验呢，我觉得你们有上课就会写了，好吧？那这个教材哈，我会请助教放在我们大学上面，大家看就好哈。我希望大家是很轻松的心情来学这门课，我听观念头应该就会写。我们希望大家用大量选的，或是用选的这样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两题这个比较开放式的这种问题，让大家有新的东西可以发挥一下但是都很简单都很简单。我希望大家不要太害怕这个后面的测验那第四堂课再来测验，这第二节，第三课第二节那么好吧，我就下次下个礼拜二我们再继续。